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非常舒坦，福起来我阿明姑刘浩明。我哋今日来宾系来自我哋杨梅一个客家妹嘅。伊虽然来自我哋杨梅，但是伊家都我哋南麻县，伊本人讲嘅我哋参纳。伊哋参纳地方可以伊哋甜甜点，同时伊嘛把我哋客家文化传承到我哋嘅观光嘅事业地方。伊希望讲可以把我哋参纳归正嘅地方收给文客家。我哋马上欢迎今日来宾，我哋来自杨梅嘅傅亚琪，亚琪来到我哋现场。阿健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梅的客家人傅亚琪，阿健本人在山那生活，多谢。欢迎阿健来到我现场，因为你头先要讲，这个是来自杨梅嘛，吼。一般人来讲的话，譬如说像我们南部，我们一般都讲是讲西人嘛。但杨梅这边的客话是讲用哪种腔的客话？海陆腔。哦，海陆腔。咁即个文社要学过，睇佢用话要讲客话冇？冇呢。其实我嘅阿公阿婆以前送饭就到新北市，我嘅阿爸个阿妹都冇讲客家话，所以我嘅客话系在南部识讲好嘅。哦，喺东南部会系用即个讲嘅，因为就像头头讲嘛，伊同我哋喺啲用话嘅话，应该系开学开略，哈。但是伊更加讲嘅客话，已经系算是我哋西安腔嘅啦。嘿，咁几时先同我讲阿公阿婆几时先都已经晒起新北市黑嘞？嗰时其实连爸爸妈妈都唔多常常有机会讲客话，嗰时都变成讲即个嘛冇机会睇录下讲客话，系咪？错啊，因为我的阿婆以前过到新北市，又因为讲客话，所以好，有别人笑他，所以想讲，惊后生的会被人家笑，所以就讲好了话，冇讲客家话。咁问题系唔同，有时只贵去用麦去，比如讲瓜子的时间，错，用麦嘅地方咪要讲客话吧？有，就瓜子的时间，种别嘅讲客话。以前系有一些是大部分啊，唐氏。但系落加多掺拿是，因为其实我哋提供像肉桂啦、米浓啦、掺拿啦，吼，其实讲客话应该懂嘅。有啊，我就是因为有安阳的环境，所以我开始想讲，我爱好好放开我。因为我想问那个，你其实嫁过来的时间，有感觉奇怪，就从不转，我从不讲，好吧？有时去，因为三那同老人家街道，所以同见面的时间就会讲，因为。你会看看问我看看说可以说合法吗？对，没错，其实这边有的尤其是有的山区那种那个山地坡的那里农民家全部都可以说合法，因为有的我去六桂的时候发现，哦，一山边的那个地方，农民家全部都说合法。错啊，那种这个来到一片以后躺到安东尼的合法路，佢是想講唔係愛學客話，但是問題又想我講，跟人學乜嘅強？所以因為我想講先學西安，之後有機會再講學海陸強。咁即係爸爸媽媽點要佢開始學客話嘛？冇，然后后成跟人工，爱讲客话，爱去学爱用。因为我在想过，搿种第一发，如果一可能我问讲，你这个侬唔可以可以两轮咯？啊，听你问题讲，你其实侬会加多我哋咧参纳啦。因为我诶先生系大学嘅学长，一起参加登山社，所以认识啊，第一你在山那做事啊，所以结婚后就下来。伊是当天人，还是讲伊归来到我们山那做事？伊嘛是来的山那做事诶。哦，跟伊本来那片人。同样是北埔人。哦，同样是北埔人。错。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到我们山那来做事，嗰阵都停顿下来诶。我没想到他们那一黑的客家庄，把自己的客家魂给换起来了。错。但这个我感觉到讲，
来到我们的其实算是参加六国民众算是我们的南部六队啦，好，我们的南部的客家语有的名叫做六队，然后这边是属于我们的优队的部分。跟来鸦片以后，你这个有感觉到鸦片的客家文化跟北部的有差别吗？会有一些是啊，因为用的现在发展会在多一点点，都市化多一点点，但是三马还是港铁相同港铁，所以有还是有某相同的地方。嘿，一边真是真是无可能，因为其实讲土人新族苗栗，可能讲传统的北部的客家的村庄地方，其实也经营于我哋讲合肥区的台通，我哋讲南湾台山县吼，真是把我哋的土人新族苗栗的客家中。变成一个观光区了，然后我们讲什么新埔、北埔啊，每多年提个，但是相对我的南埔的绿队来讲嘛，其实都算是完全是归传统的客家的一个村庄，港铁呐，有些米农哦，虽然讲米农嘛，算一个观光景点，但是它以嘛还有一点农业的一个太阳，好，比如讲还是以农业变成一个归重要的一个产业。我说等于讲，我们当我们鸦片以后，如果可以看到，真是我们算是我们客家传统的一点农业的一点生活。咁你即个来鸦片参加以后，你即个有做嘛工作吗？我根本在线上嘅下飞工作，就是筑梦型故乡。筑梦型故乡文化产业发展下飞。错。佮系怎样嘅下飞呀？你做在地推广文化产业，在地推广会比较多。那我们因为在地推广关系，我们有想到说，三那黑，一个农业的乡镇，所以就觉得说，我们要做一个跟农产品推广相关的，我们把这些农产品做成加工制品，或者是做成腌制物，然后还有蛋糕，所以我们有小生时光这个品牌。因为我也比过去，譬如讲，伊比亚名的地方有的文化产业发展下去，可以讲，也比下飞地方也宗旨地方就有文化跟产业两个不同的区块嘛。噶文化也部分，就讲把山林的文化，山林除了行业以外，还有其他的种族吗？有啊，有红罗人，都有原住民，原住民，平埔族，还有新住民，所以以黑。多元文化的地区，嗯，就从我们台湾的一个小缩影嘛，哈，错。跟亚非人出名来讲，哇，起码个种族够多啊。平埔族里面有一个大乌龙族。大乌龙，泰乌龙，跟原住民哦，黑塞夏吗？还是？因为刚好我们在他演期，然后所以这个就跟大家园区形成的背景有相关，我们就八八风灾，那时候山区有蛮多的，像纳玛夏、桃园、茂林这边的原住民，有就是因为风灾的关系，所以到山林这边的永久屋，那里面有布农族，然后好像有一点点那个。塞夏族，对，好像这几族会比较多啊，还有其他族就比较没有那么熟。哦，古树因为我的那八八风灾关系，古树有点其实塞下来啦。因为其实以前的参拿来讲的话，其实没安多原住民的种族，但是因为后来八八风灾以后，一定因为太爱村的关系，古树全部塞下来，古树其他变成参拿地方，不单只有。行业好容易新出面，像埔族哈，太乌龙嘛哈，然后就变成塞哈族，布农族，系布农族路睇嘅。不过其实地可能文化方面系啲几多人嘛，几精彩嘅地方。咁产业的部分咯，产业部分还是同以前相同，以农业为主。而系咪大部分系神山用嘅一种产业过多？农业化来讲，就是稻米。其实山林种的很多的，有种很多东西，像其实我们也有种米农给一四季米，那其实米农会来我们这边收米，然后收过去，但是山林就是有农会那边主打我们推广的是木瓜，像红孩儿木瓜，跟白玉苦瓜。然后还有南瓜的部分，这些是农会有推的品牌，但是因为可能比较多，所以大家比较难留下印象。对，
但是大部分就是瓜果跟农业，甚至还有龙眼或荔枝这些水果叶这样子。不是某一的过单纯的一的种子，其实也会种子的面积小小的，但是也品种贵多。错。伊咧对外人台北用外，但是体态度是太个伊咧牙齿来多，外人咧掺来伊咧细细个，但是过于外人客家方面的地方，但是嘛发展了几多，外人同客家有关系伊咧在地的产业。休息一下无，我们下一段嘛有嗰度古青菜故事。欢迎过来，福气来！上到节目，我哋来自杨梅，但是今日睇我哋南门县如何参加工作嘅副牙器，我哋客家话嘅同我哋小鸡讲，我哋南门县牛马嘅人文还有产业嘅特色。我想想问一下牙器吼，黑龙江家有开嘅一啲点心店诶，小生时光嘛吼。那当初侬想要开一个一啲点心店咯？因为社会有同客家合作。就是有学生会来我们协会实习，然后跟学校就正修科大跟树德科大两间学校有 USR 的技术合作，那学生有来帮我们设计了相关的甜点，那我们同时也是那个奇美社大的烘焙教室，那也同时我就是从学生身上有得到学习的一些做点心的技巧，然后同时也在奇美社大有进修，那就是所以开始会做甜点，那就会想说把我们山林在地，比如说好吃的木瓜，或者是我们有农友种养鸡有鸡蛋，然后加工成蛋糕，然后让来山林的旅客可以多一个在山林停留的点这样子。当初做嘛个会同学校做合作，因为社会有在写计划，那也会有客家来找在地的社企合作，所以刚好有安阳的机会。跟一般来讲的话，学生的来社企的实习的项目是什么？我们会针对协会就是计划执行需求去去选我们可以适合来的学生。像那一次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开这样的点心店，但是其实我们的制作技术没有那么纯熟，所以后来就是请他们的烘焙相关的餐饮系的学生来帮助我们。可是就针对我们参加有位的物产，好多设计伊的相对应的产品，但是过程太复杂，技术太多，技术太多，过程太复杂。我说我的有些沙企的妈妈，做不出来，他其实是有安尼问题不？当然，社区妈妈或者是协助我们的协作者在做这些蛋糕糕点，会有一些些学习的难度，但还好我们请学生做的部分是我们的能力做得出来的，他有特别设计过，所以算呈现的产品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需求这样。嗯，我说其实一开始在沟通的时间，都有把技术层面也部分都有上有上底白，然后因为其实有几多的你的底白都提供，师傅设计的东西几好，但是也要技术贴过。变成我们沙琪的妈妈提唔到，不是一般来讲，反正嘅点心店嘅地方，除了五以外，系由我们沙琪的妈妈叫下来做咩？如果因为我们也会有像风味餐啊，或者是在地的食材的运用的餐点，真的人手比较需求的话，也会有社区妈妈，或者是甚至我们社区里面的大学生能来帮忙的，我们合作过的都会找这样子。但是有时间啊，譬如讲啊，能做凤梨餐嘛，吼点心嘛，吼其实这个做软好。但是开店的时间，其实如果按用业一面可能要有一些机器啦，吼烘焙的机器啦，你甚至要有一些中药台啦，吼甚至要有一些前面的陈列的一些柜台。你当初有爱的想法都真是开店，中间有顺利吗？当然有一些问题啦，因为我们是一开始是从风味餐，然后我们最早协会是一个
那时候成立协会的会员，大家是想其实没有一开始没有什么头绪，我们就是承接说计划说可以就是有一个烘焙丙级或者是中餐丙级的证照课程这样子。那只是大家做一做，后来发现好像大家对于烘焙的这个部分比较有兴趣，所以开始写计划，然后运用计划的经费去买设备，然后买相关的器材，然后就是把店面，就是我们现在协会的空间修缮到现在可以变成是像咖啡店的形式，就是也经历了很多。然后最早一开始大家会对我们有印象是我们是做披萨 DIY 出来的，因为我们的协会门口就有一个猫咪造型的披萨窑，蛮可爱的这样。那就从那一段就是披萨 DIY 的这部分过程到风味餐，然后再到现在，我们觉得要经营一间可以让，因为大家通常会来奇美酒区去米农，或者是经过我们这边去甲仙，但是很少在山林停留。我们开这间店呢，就希望说大家可以在去甲仙的途中多一个点，然后进而来山林认识山林这样。嗯，其实准备的东西够多，但是准备后也还其实还好。嗯，但是你真的开家店门是铁能买买的，你要店的东西还没精彩。好、哦，然后体验人家要咖啡，有时有的我认为读到这种嘴到鬼火，比如讲医生咧，这个味道，就变成讲，面对的人客，就变成个懂人嘞，而且长途嘛，摩多通用。对，这就是跟我自己学，还有协会可以做的事情的演变啦。因为披萨 DIY 或者是风味餐，它的人力的需求相对也比较多。嗯，然后因为一次我们大部分都会接团客，团客可能25到30个人，然后一时之间可能我们光厨房的作业就要4-5个人。那到后面变成是做风味餐、风味餐，看人多人少，人数也会再有增减。那之后再到甜点店的部分，因为甜点的好处是可能我在开店前我有一个筹备的时间可以制作起来，然后到后面可以贩卖这样子，所以会变成它有这样的形式。然后咖啡的部分也刚好我也是参加社区大学有咖啡班的部分，有这个稍微会冲一点点，所以还算就是可以做得出来。跟你刚刚你的店前店面底观啊，你讲最有人气的商品还有哪一点啊？我们有开发一款很特别，就是我们用周遭在地，因为我们山林有认识小农种凤丘，然后我们也用跟学校合作，就是他们有把美农的芽脸然后做成粉，那我们把这个粉跟在地的鸡蛋还有鸡蛋粉啊红豆，对对对，做成野莲红豆80克，对，野莲红豆80克，对对对。因为头头你一口是讲，用芽脸变成粉的时候，我就想说，一般来讲，如果讲芽脸拿去炒啦，拿去煮啊，拿去杀啦，吼，我就想说，芽脸变成粉，跟我想那把也变成抹茶的一种嘛，还有你就变成讲巴斯克，巴斯克如果上来的呢，其实它算是西洋的点心咩？错，先同我的广东朋友收解一下，讲马高头巴斯克啊。巴斯克其实是一种起司蛋糕，它跟一般的，因为起司有分很多重起司乳酪蛋糕或者是轻起司乳酪蛋糕这样，那巴斯克是中间的变形，它算中间，没有那么多起司，但是算是也是一个比较好制作的点心。那为什么开始会做这个野莲的这个部分，是因为刚好跟学校他们在美浓这边，或者其实西山也有种美莲啊，我们周遭有种野莲，其实也都有，那发现野莲产业后面会剩很多他们不能贩售到市场的这些算格外品的部分，那在想说可以把这个野莲再怎么做利用呢，于是想要说那把它做加工，这部分就是学校的技术啦，加工之后把它变成粉，那我们要不然像其他人大部分会听到要做野莲的加工会想说那把它打成汁然后做其他的部分，那我们是做成粉，因为粉就不会有水分，它也就比较不会干扰到面包或者是蛋糕的这些制程，然后粉的话就是会提供蛋糕或者面点多一个很漂亮的颜色，然后它经过高温它不会变色，是一个就是很棒的食材，那同时它也增加我们面包跟蛋糕的膳食纤维，对，那也有我们很丰富的在地特色，所以这款产品是比较受大家欢迎。因为头都能力一讲哦，第一就想到讲啊，日本料理里边抹茶跟红豆嘛哈，第一就想到乱了，因为你讲芽莲嘛，我都是想讲啊，可能就变成绿色
然后再加凤梨，可能是日式料理。但是你同我讲，巴斯克，巴斯克哪能从呢？我讲都公安的 cheese cake 啦，错，都公安厂以前的 cheese cake。但是你可以提配这讲唔棒啊，等那雅典粉，不用我听啊，等那巴斯克底吧，变成以黑皮鱼的淡绿色的一个膏体，但是。红条纹哦，红条纹做嘛嘞？红条就是它在蛋糕里面，混在 cheese 里面，多一个甜味跟口感，然后也多一个味道。哦，你在外面不用上去？不会再在外面。哦，不是一对，如果黑一对酸酸的雅典粉，还另外红条纹加红了，变成一对巴斯克。错。哦，哥，他跟你的反应有没有？评价如何？大家会觉得很特别，然后会觉得说，没想到，因为。会觉得野莲是咸的东西，没有想到说它可以跟甜点这样结合。然后我们用的红豆是做像蜜红豆这样的方式，所以它跟起司蛋糕蛮搭的，对，一定很搭。因为那你讲好了，其实我应该讲会颠覆很多人的想法，因为一般你对于野莲的伊的想法，第一可能都真是臭的，好，我都讲咸的，好，我想到伊遐安尼的做法。但是是他没想到讲，伊可以变成一堆鸡卵糕的一堆部分，尤其是巴斯克啊的，从归从宽度，但是其实也被成分用了嘛，归无强用。那像伊安尼一堆推出以后，他讲伊其实巴斯克也都好处，如果讲，伊嘛归好呆啦。因为它的膏体比较工厂，就是很固定，对对，就是工厂厂，我是变成讲，那带出去啊，带走嘛，某某公司有的那种有奶油的那种就会弄得到处汤汤变形这样，它就很固定，就可以便于携带。以好收藏嘛，就是说好储存嘛。也蛮算方便啦，都以蛋糕来讲，它就是一个很也很适合宅配的蛋糕。对啊，一般来讲，我发唔能建议的早晨，如果开始要做系咪？要准备巴斯克的话，是那天早上就要开始准备做嘛？我们可能他通常工作时间大概会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我们会安排制作，通常是看今天这个上午可能做一批，或者是下午做一批，差不多。佮当初亚路黑爱的那太好个学生啊，吞的设计出来的甜点是咪？这款巴斯克基础是他们教的，然后之后我们再跟老师讨论，还有我们自己团队，想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加入？然后跟学生、跟老师，就是我们三方都有讨论合作，然后试做发现，其实蛮好的，所以就后来就有推出。这样也被推出以后啊。这个不要讲推出以后，我去帮阿等的现场的沙琪的妈妈啦，无论即个一开始去学怎样做，其实就有多多困难，还是讲一学都歪。我觉得比较难的点就是说要控制烤温啦，大概是这样，就是因为其实它做的过程没有到很复杂，就把材料。想办法做放的均匀，但是在烘烤的部分要注意火候这样子。对，这部分呢，刚刚讲火力这部分呐，内火以后，如果没事拍，对，不会烤过头烤焦。可是没想到我听我的南门县有一家合作，我们在一起的鸡卵同时我的凤梨味，还有我的雅典粉。做出来的巴斯克，观众朋友，观众有机会去到我的南门县的话，一定要去试看啦。首先下午，下段节目外国精彩内容。欢迎过来，福气来耶！所以节目来自我的南门县的阿奇来同我现场，同我分享讲，伊在那寿辰市讲的点心店，地方最有名的伊的蛋糕，黑麦的蛋糕。我总想问一下，因为其实这时间有同我的呢，算是参拿像气功所啦哈，参拿气功所有合作伊的发通，黑的用的发通啊。其实山林呢，每年有几个大活动，就是过年的花海，那大家周边都会来看。再来就是说，我们在十二月农会会有一个呱呱节。那今年去年十二月的时候，我们区公所办了一个也比较难得的活动，是山林市集。那我们承接这个市集的活动，那时候是十二月的
六日，基本上每个六日都会有办。那我们就跟这个活动一起搭，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森林的野餐活动。那刚好因为活动场地就是在森林里面这样子，那来参加的人就是可以很放松，买市集的东西，或者是买我们的野餐餐盒，然后去选购在地很棒的优质的农产品。然后我们那时候活动也有请中钢的那个乐队来帮我们演奏很优美音乐的萨克斯风，就蛮多人的反应说啊，那时候北部冷得要死，然后我们在高雄，然后可以享受温暖的阳光，然后这样野餐很享受这样子。我们蛮多北部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游客来，都觉得这样很棒。嘿，我嘛真是安尼认为啊，我有时就和我认为讲啊，海边吼啊，如南坡吼，全部联合风了。冬天的时节，来我的南坡来晒日头，真的来晒日头。因为就像我讲呀，去年的十二年的时候，其实特别过寒热。嗯，刚好。如果你讲，其实在二零二四年的春节的时节了，好，这时节哦，北坡其实没多热，因为从你都走了南坡，去避寒了。可是，那么真的我认为讲，可能真是海边好，差不多热冬以后，我的南坡的，比如讲高雄啦、屏东啦，都可以办这种有这种晒日头啦、森林啦，哈，各种各样呀。譬如讲森林市集，像森林市集底部，也最主要的买毛东西啊。我们市集就是公所承办，那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要推广我们山林在地，然后吸引游客过来，所以这个市集里面呢，公所特别筛选过，都是我们山林在地的乡亲自己种的农产品，甚至我这次经过市集才知道说，原来我们那边有哈密瓜。对，而且是很好吃的王氏哈密瓜，这样那时候去它变我们市集里面最热门的产品。然后另外也有那时候市集刚好就有出南瓜，我们山里很有名就是那个南瓜的部分跟红孩儿木瓜，那这些很优质的农作物都在市集里面都有卖这样子。可是都不讲我的野餐，可是中国想要拍的野餐哦。我们有跟在地的熊琴就是有办过工作坊，要联合大家说，那什么样的产业是适合山林这样的地方呢？因为山林其实大部分都是农业，那同时它也是水土保持区，它不太适合做过度的开发。那所以大家都希望是可以走比较旅游产业，或者是比较轻便的形式。那像市集啦，还有我们推广的野餐的形式，为什么会有野餐？会大家想说，其实我们大家园区内或山林这边风景优美，又有很多草地，那就会觉得说，如果拿一块就是野餐垫，然后带着好吃的东西来这边坐着，然后有风这样吹拂，晒着太阳，很舒服啊。那这个 idea 提出来以后，大家就很支持说，对啊，这样子也是一个吸引大家来山林的理由。所以后来大家就决定说，那我们要可以推广山林的野餐的这个活动，那就希望就是大家会因为这样子来感受一下山林的大自然，然后可以舒压这样子。但是对贵州人来讲，我想到野餐啊，还没准备贵州东西。同埋自己准备贵州东西。以前我讲野餐，自己要准备个野餐盒啊，里边有冇个三明治，要把它切成那个三角形的嘞。但是其实人家贵州人规模下，可是那怎么办？当然就是，我是觉得除了十二月之外啦，然后其他的时间都可以挑，比如说春天跟秋天，其实现在山林也是很舒服的时候，那就可以挑空档啊。另外我们协会有在做山林野餐的野餐盒的组合，另外如果也有需要的话，我们有提供很漂亮的野餐篮，然后跟野餐垫都可以跟我们协会联络租借。那只是野餐餐盒这部分，还有我们的点心店的蛋糕，都是要提前两三天打电话预约，那我们就可以才帮大家准备这样子。对，如果跟中国想要去野餐啊，马上都不是准备，先预约的话哎，人多哎，好，野餐店嘛有，野餐篮嘛有，野餐盒嘛有。但是野餐盒是喜色的还是棕色的，还是日本色的呀？我们有推出两种，就是一个是西式的。那这个野餐盒的构想就是说，我们自己去野餐，然后会想要吃什么，所以在里面我们做了我们的三明治，然后还有就是手打的小汉堡。
然后跟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的轻食杂物方面，都是很方便可以直接用手拿取的。那因为想到有可能人会比较不喜欢西式，喜欢吃饭类的，所以我们推广一个日式的野餐餐盒，里面就是饭团，然后跟我们在地也是农产品，有做玉子烧，就是用在地鸡蛋做的，然后猪肉做的一些肉饼相关的，还有我们还特别的还有我们在地的水根蔬菜的沙拉，这样子都在野餐盒里。我说按你开放来讲，等于讲唔像爱是有炸物诶，哈，过米式的搿种风格的嘛有，然后过日本式的，跟你讲各种各东方式的，然后嘛还有。佮一般来讲的话，也系用也系用一年份一年份来看，还是讲一啲家庭份一啲家庭份来看。其实我们量都蛮多啦，虽然建议二到四人份，但是我们来吃的客人都说，哦，其实超过可能六个人都可以，就是要看自己的吃多吃少这样。嗯，嗰时等于讲伊啲细家庭的话，可能都可以添一份哈。无如讲，可能过太细都等于算是喜事的一份，嗯，总式的一份。刚刚你推出来以后，一只活动啊，等呢算是森林市集嘛哈，大概你的反应有咯？就大家的反应都还蛮好的，甚至因为就是有当天有外地来的观光客来，然后他们看到我们餐盒，就会说，哎呦，没想到乡下地方有这么好的餐盒，这样，乡下地方蛮开心的，对我们说，因为其实大概你都因为讲乡下，如果那好山好水好无聊，对吗？但是人家会想哈，无重要，因为其实有可以到从南人就等于去北埔的北埔的人，哈，因为工作的关系，西东的南埔嘛，包括到北埔。为一种经营的想法啦，网络讲一种一啲理念带到了一个这种，譬如讲能够传统的一啲客家村庄地方嘛，可以变呢也系无穷嘅一种生活的方式。可是我们这个点点心点可以多见噶，有这种你这个印象归什么顾客吗？有因为在山林算比农村就没有那么方便，然后我们算是山林唯一的一间店，也不算唯一啊，就是说比较难得的蛋糕店。我们另外还有一个静香饼铺啊，但是他们是做比较传统的蛋糕这样。对，那个妈妈就说她想要帮家人庆生，然后她忘记就是买蛋糕，结果发现对哦，是今天，然后就很紧张。我们那时候其实快休息了，大概五六点，他们就问说有没有机会跟我们买蛋糕，这样他有没有不抱希望啊？后来还好，我们提前有前几天有做蛋糕，这样然后就卖给他，他就觉得很高兴。那我们也觉得说，就是算是可以让他们家人度过一个很美好的时间，这样子。真的规规模间的，因为黑魔法伊都买台饼哎，台饼一插蜡烛，但是生意有些多饺子，有可能。没错，嘿，但是真是讲，听下的时间，有些听下的呢。其实按你讲，上下嘛算上下啦，吼，差不多嘛算个上下。其实真的按表七八点，咪遐都摸摸出来拢解。但是提按你四点的时间啊，匆匆。如果你咪讲，佮种提按你一啲神发地步，又有一啲算是一啲点心点的，吼，可以去食到以前哦，移动啊的呢，都市镇的地步，那食到点心，其实算是一啲过幸福的事情。系等于讲，系能有一啲过好的神发环境，同时又有一啲暗好的算是。省发的一些物资的一个地方的话，其实算是住在乡下也很好。一部分都想要成为移民，这个算是提台北台嘛，好提新北市台的一些客家模耶。但是交通啊等上哪，好一些按传统的一些客家村庄地方，你的一个心得如何？其实蛮多朋友都会问我说，都市生活跟农村生活有什么差？对，但你都撇除为爱走天涯那一部分了，是真的当初是工作啊。之前当然交往之前也有很多次来到山林，只是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朋友都跟我讲说，山林是不是算偏乡？我自己都不会觉得，但真的来了以后，慢慢才发现，哦，原来他们的偏乡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像我们从高雄山林这边到市区，交通时间都要一个多小时，全部去哪里全部都一个小时。然后可能大部分的店晚餐时间五点到七点，想要吃东西就只能找便利商店。对，但是慢慢也会觉得发现农村的比较好，就是像疫情的时候，那时候都市很多朋友都说啊，大家出去很可怕或干嘛，但在农村相对的影响就很少，然后会有比较大的活动空间。我觉得这就是农村跟都市不一样的地方。那看到农村这些美好，就会觉得说，其实在农村也蛮好的。因为其实应该我因为讲可能人强的时间啦，提前的讲偏低。
仿片哈，那个当我特别最仿片。好，特别安培也嘛最多亚神班，但是有些听懂啊，就是年纪一点，如果你讲这种夜生活跟我们已经不搭，没有什么相关的时候，你就回到其实贵东啊，能向下神班嘛，是一种归好味的事情。第一，如果因为无安度的，算是娱乐，或者你会相对的跟家里面的人的共处的环境的时间比较多。那第二个，如果过亲呐，比较安静。对啊，好某个都归吵的事情，好、嗯、真的是七八点都某，如红如某影的，其实也是一种好处，你可以在家里面安静的去追剧也好、嗯，看电视也好，看书也好，至少你这个共鸣内的神发反应。但是鬼都熊哈，反正还没要有一个，至少要有一个技能才能够回来想想。这刚好跟我们最近在执行的一个青培站的计划。有关系。就现在除了我们山林青培站，然后美农友青培站这个计划呢，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辅导想要留乡甚至返乡的青年到我们农村。那有讲到说技术的这部分的话，因为我们刚好有相关的资源连接，我们可以辅导这些青年去连接这些资源，比如说学校的技术的部分，或者是说他可能需要资金，那我们辅导他们写计划去找这些资金的援助。然后如果他有租店的需要，或者是他想要网络的一些很多的需求，只要跟开店有关，然后是开在我们山林农村的话，我们都可以借由这个计划去协助他，然后让他留乡这样子。呀呀，意思如果讲，今个我有一点平台，但是也平台，等于如果我等你眼强眼，就是讲嘿，本着嘿参拿人，啊故意参拿，无如果过好，我能参拿，希望提个参拿，底部生发的人，伊可能落一时间，如果提下平台底部钱多，伊可能也乃至嘿技术的训练，资金无如果开店面的训练，至少贵多我等参拿时间，也可以有一点你算是陪伴他啦，差不多说、哦、就是我们算是一个支持的系统，那他也算是建立一个同温层，就是他想要找到创业这些同温层的话都可以找我们，那我们就想办法帮他看怎么样解决啊。我们就是希望说这个计划可以让年轻人来到留在乡下的话可以轻松一点点，能帮他们就是说找到这些资源让他创业，在留乡的话可以轻松一点这样。我是看完今日节目，我发现到讲，其实更加年轻人，贵东人在做个代下，只不过不是像以前，你把自家准备钱，自家准备技术，能可以过去，其实更加有贵多，买点在地的社团，还有在地的朋友，会支持你做一件事情。只不过感谢阿仁阿奇，来当现场分享很多安吉赛故事。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观众，欢迎大家来三马聊，多谢。休息一下哦，再听阿仁先生来看下圆通哦。我跟福气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的面书、听赞，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